可是怎么会虱目鱼肚怎么会这么嫩？它是啊，猪皮啊，妈妈猪皮啊，妈妈妈妈，三只黑鸢，你看。吃人鱼的那只，刚有一只小黄鱼跑去了，它是黄色的，飞了飞了。我记得这只比较近，戏里面还有吗？我看这只会不会去停。这只不停了。早走，哇，太近了，不追了。还有一只哈、哦，还有两只哈、哦。哎，那只吃鱼的不见了啊、哦，它还在吃鱼啊，中间那只吃鱼。所以主要感觉就是年轻的。啊、哦，幼鸟哈、哦。你看。他一直在看我们呢。树上飞什么鸡？但那黑翅鸢不晓得飞去哪里。爸爸，俊俊鸟。你在哪里？等一下，我先这次停了哈。这到底是鱼肉吗？有点 QQ 的感觉，不像鱼肉会散掉啊，生的鱼肉所以是 QQ 的。啊，没有带麦克风来。他们都不会去抢哎，为什么？他在旁边等，看着他吃都不会去抢，不会没有不会饿的这种事情啊，有食物就没有就会去抢了吧，只能那么乖。有嘞，2、3、4、5。爸爸，这样，快点！现在屁股对着我们在吃啊，整块肉吃好久，会不会是虱目鱼肚啊？不然怎么会剖得这么干净？有没有？还刚好剖一半呢，很像外面卖的那种虱目鱼肚啊，人家掉了吧？黑翅鸢那边有一只鸽子过去，有没有？那只是鸽子吧？看一下，有没有？我真的觉得是虱目鱼肚呢。那是切的方式跟外形大小是虱目鱼肚没错了。可是怎么会虱目鱼肚怎么会这么嫩？它是啊，猪皮啊，妈妈猪皮啊，是猪皮啊。你来看。一直咬不进，咬不完啊！猪皮胸墩啊，对啊，好收，还去接妹妹下课了。